不求上进的东西，看你将来靠什么过日子。好，有本事别回来，就在外面打个够吧。烦死了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儿子，太不听话了，您气死我了！爹。 怎么了？你又该生气了？我就不相信，整天打拳就能打出饭来。爹，弟弟年纪好胜，他以后会明白您的苦心的。哎，小婉，你总是向着你弟弟，他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再这样下去怎么不叫人担心呢？爹。 你看你又不舒服了，好好的歇会儿，保重身体要紧呢。我们进去吧。嗯。哎，什么大哥？大哥，我们这也找你啊。哎，大哥，大哥大概有什么心事，连话都不想说，不要多说了，走，到哪里去？喝酒去啊。 喝酒，哎，吃菜，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哥，干了。 要不要再来一瓶？请，大哥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到时候找不着你。
Okay. <笑>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他？是我们老板的千金，叫玉凤。哦，老板的女儿，老板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啊？啊，京逊先生想做你们老板的金龟婿，怎么样？啊，胡说八道！你叫玉凤，她刚好像一条龙，你们是龙凤相配，怎么样？<笑>厚脸皮。 我是厚脸皮，他说你是圆圆胖胖，像一个富翁，rich man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你的账还没付呢。嗯，你想要钱呐？你跟着出去，加倍给你。 Release him. Hey, release him. <笑>大哥，过瘾呢。<笑>高，哎哎，对了，我们的酒钱还没有付，早就付过了，我是要向你道谢的。啊，不必了，不要放在心里。<笑>大哥，刚才那个小姐长得很漂亮，对你好像有点意思。啊，我看啊，大哥，你可以好好的追求追求。哎。啊。<笑> 放心吧，这些外国朋友想跟你攀攀交情。哼，不必，你想怎么样？哼，有种的就来吧，老弟。
这一阵没有那么简单。你们先走，让我来吧。大哥，走。好了。哎呦！上面有命令，这里的工作限期完成，要加紧赶工。是。干嘛？迟到狂得很。哦，你们等着瞧，我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喂，姓金的，你刚到这里，不懂规矩。前辈，早晚要孝敬孝敬，还要，哎，要听我们的命令。哎，老子讲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怎么想打架？老子奉陪。你们为什么要逼我？你们为什么要逼我？王警官，不要说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哎，睡觉睡觉，睡觉睡觉。哎，睡觉睡觉。
你慢慢走，你慢慢走。啊，有事吗？啊，我送一封信。啊，金主啊，嗯，你的信。哦，谢谢。啊，王宁啊。 正好，几天以来我悲愤的心情难以平静。你不听父言，身陷囹圄，这是罪该应得。你大概没想到吧？在你入狱的那天，爹的心脏病又发作了。我急请医生来看，爹再三定理，话还没说完，爹就永别了。只要你肯立志重新做人，将来的前途大有可为，于姐立稳手上。你这个姐姐真不错，都好，切记，拳头难抵法网，黑道上是混不得的。只要你肯好好的做人，你姐姐也就高兴了。 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我们打听到一个好消息。到底什么事啊？听说大哥就要出狱了。啊，真的？是的。哪天还没有确定，我跟曹振再去打听一下，一有了消息马上来通知你。 好，爹，弟弟就要回来了。金主，金主，金主，王警官，看你这么高兴，有什么事？你有喜事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喜事？哎，我真不知道喜从哪里来。因为这段日子里你各方面表现的都不错，所以你得到假释。 明天就可以出狱了啊！真想不到，太想不到了！你赶快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我来送你。啊，谢谢。他妈的，那小子明天就要出狱了，我们的弟兄从狱中来信通知我们，请大家想办法来对付他。你看。
你不会想让逼我？你不会想让逼我？这家伙出来以后会给我麻烦太多。嗯，过来。明天他一出监狱，你就请他往地狱报道。好，记住好。 冤仇吧，过去的事我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处分，我们之间的恩怨总可以了结了吧？了结？<笑>你的话倒说得蛮好听的嘛。大哥死了就这么白白的算了吗？我想没这么简单吧。你要怎么样？哼，要你！ 姐姐了解你的心情，你再伤心，爹也不会回来了。爹，原谅我，而不孝。你，仲豪，只要你重新做人。 别再生气了，也就安心了。仲豪，你刚回来。
在家好好休息。姐姐为了工作，可能要回来晚点，你不必等我了。好，祝高兴。哦，馆主，你想不到我会来吧？真想不到，请坐。好，不必客气，请。请用茶。谢谢。馆主到寒舍来有何指教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拿那么多钱是？是专程来邀请金兄代表本馆参加今年度的国术比赛。只要你参加，这些钱作为定金。对不起，无功不受禄，这么丰厚的定金，还是请阁下带回去吧。哦，这是什么话？金兄，莫非是嫌钱少？不，我不是不给面子，我想退出国术界。嗯，你既然不肯答应，是不是存心想让我白跑一趟？实在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要再与外人结怨。好，好一个不结怨。你这样做不会后悔吧？早已决定了，我要不这样做才会更后悔呢。嗯，仲豪，你以前那么爱打架，今天有人出重金请你，为什么你要拒绝呢？姐姐，我必须要痛改前非，才对得起死去的父亲。对，这样做爹才会原谅你。人非圣贤，知过能改，还来得及，这样做才是我的好弟弟。这小子明明跟我们作对，大家又斗不过他，你们快想办法把他干掉。老大，我想到日本去学习武功，意下如何？好，只要你下一番苦心去练，一定成功，让那小子吃点苦头。你过来。顺便对我们那批私货多费费心。好，我会照老大的意思去做。嗯。哎，仲豪。啊，严兄。哎呀，老弟呀、啊，我们好几年没见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屋里坐。啊，不不不，我还有事情。这几年来好吧？好好好。最近你武馆怎么样？哎，自从你入狱之后，武馆里的兄弟在国术比赛里没有得到过冠军。哎，仲豪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，明天我们聚聚好不好？好吧。请进来坐。西瓜两份。是。听说你回来了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有什么事吗？哎，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？目前我在积极地找工作，生活暂时由姐姐照顾。靠你姐姐也不是办法。哎，哦，为了我武馆的荣誉，想请金兄今年再度出马。我先付你一笔定金，也可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。哎，请仲豪兄考虑考虑。哎，
严兄的好意，我是非常的感激。可是，小弟已经立誓不再打拳。哎，你先听我说。不，严兄，我有许多苦衷跟你解释不清楚，请严兄多多包涵。我告辞了。哎，钟豪兄，钟豪兄，哎，请先留步。严兄，别再提了，一切请你原谅我。哎。找一个好的工作是很难的，急也没用，慢慢来。我再找不到工作，实在让姐姐的负担太重了。仲豪，昨天我标得了几个会，你拿去做做小生意，自个儿辛苦一点，不要再去找工作了。我怎么能用姐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？仲豪，你还跟我分彼此吗？不行，你以后总该留下做些嫁妆。你难道不晓得金家一切的希望以后都寄托在你的身上？你先做做小生意，维持生活一定没有问题，等你将来赚了钱再还我也不迟。嗯，好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那你赶快去找刘威、曹振帮帮忙。是。老大，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？坐下。哦。听说姓居那小子要在这里做生意啊。想不到这小子要弃武从商啊。没那么简单，根本不让他在租界里生存下去。哎，啊，是的。两位里边坐。哎，二位吃点什么？两碗打卤面。哎，好。这边二位，两碗大卤面。四碗打卤面。好。面来喽！哎，还要什么？您尽管叫好了。馒头两个。哈，馒头两个，快点啊！马上就来。大伟，里边坐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里边。哎，你，金先生。哎，好，伙计，温警官。男的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路过此地。生意还不错。再来啊！厉害，小本生意，立博。来碗面吧。谢了。我还有公事，假如你有什么困难，可以随时来告诉我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先走了。哦，慢走。啊。大哥，他们那些人又来了。我们做我们的生意，不要去管他们。嗯。先生，心里边坐。生意还不错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
走啊！哼，这种面怎么能吃啊？哎呀！客官，我们是小本生意，请你付付账吧。你叫我付账？少惹他！老子吃你的面是给你面子，你敢叫我付钱？不，你敢打我？打！喂，哎呦！姐姐，啊，到哪儿去？今晚打扮得这么漂亮。有一个朋友过生日，不得不去应酬一下。今天的生意怎么样？还好。我告诉你，做生意没那么简单，尤其你那种牛脾气，一定要改。你要记住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为了生意，你一定要忍耐。是的，我知道。你明天还要做生意，早点睡吧。是的，姐姐。那我走了。大哥，大哥。刚才在门口碰见大姐要出去，穿得好漂亮，她到哪儿去啊？
去给朋友祝寿。哦，哎，生意又做不成，不知道怎么样向姐姐交代。大哥，不要再想了，我们出去喝一杯吧。对，出去溜溜。好吧，走。哎。好久不见，近来好吗？还好。最近忙些什么？做点小生意。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啊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请里边坐啊。喂，刘一凤，您电话。好的，一凤小姐的电话。你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今天晚上算我请客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没关系。请这边坐吧。玉凤啊。啊，老板。爹，你来了。哎，生意还不错。哎，请坐啊。是是是。喝酒。大哥，我们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为什么还要受那些龟孙子的窝囊气，害得我们连生意都做不成？对的，大哥，凭你的为人，武功那么好，为什么不再来创新天地呢？大哥，酒少喝一点吧，他们那批人也来了。管他是谁来了，我老大，那个卖面的，他们也在这儿喝酒啊。嗯，走，哎，走，走，哎，他妈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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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生，最后，最后，哎，卖面的，咱们可算是冤家路窄啊，啊，此地很宽。路也不窄，少说风凉话。Yeah.
两位大哥，谢谢你们打走那批歹徒，这是我爹的一点小意思。啊，收下吧。哎，哎，大哥，这家酒店的老板请我们做他们的保镖。我告诉你们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希望你们好好做人，我们不是靠打架来生活的，听见没有？是的，大哥。昨天你喝醉酒跟人家打架，凶得不得了。那是逼不得已我才动手。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。你猜错了，今天不是来了。我觉得你是不是不大喜欢说话？是吗？我也觉得你。我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觉得。到底怎么样？觉得你比以前漂亮的多了。还有。还有？怎么那么多还有？到底还有什么呢？还有，你不知道我的名字。名字？小意思，不必放在心里。哦，这是我过去所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很清楚。我叫金仲豪。仲豪，那一天如果不是你，我就糟了。要不是有那一次，我也没有改过的机会。我知道你个性很强，其实你内心是很善良的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回首已是百年身。你目前在做什么工作？没有。我想帮你介绍一个工作，我怕你吃不了苦。只要是正当职业，我都愿意去干。我爹的朋友开了一家餐厅，我想介绍你去，好不好？那太谢谢你了。哼，你看你还当我是外人呢。玉凤。正好。对打开始。很好，请。是，
慢着，过来。你的功夫已经练到最高峰。既然这样，我是否可以回国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你这次回去，一定所向无敌。那么，我明天就启程。好，当然好。不要忘了，在路上那批私货，一定要特别的当心。小郑 啊，快去叫平丁出来啊！是，快去啊！老大，待会儿得向王大娘打听打听平平的情形。嗯嗯。呀，哎，王大爷、陈大爷，我来给你们大家介绍，这位就是平平小姐。嗯、哎，请坐啊，请坐，坐下，坐下。平平小姐呀、啊，不太会喝酒，哎，要请各位大爷多多包涵。啊、哦，我失陪了啊。今天能够跟平平小姐见面，实在是荣幸之至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王大爷，我不会喝酒的。平平小姐太客气了，初次见面，这么多人在座。难道就不给我面子了吗？来，干了。好酒量，好酒量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能再喝了。那怎么成呢？我敬你，你不喝，那不是瞧不起我吗？喝吧，来，喝吧，来。觉得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大哥，我绝对不会使你失望的。嗯，我另外交代你那批私货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都交给陈总管了。嗯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明天你可要大显身手了。嗯，好。Thank you.
玉凤小姐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请坐，请坐，坐，哎坐，玉凤小姐，你在找什么？监正郎在不在？在在。金仲豪只不过这儿一个小服务生而已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我知道，金仲豪到这儿上班是我介绍的。哦，嘿嘿，有我经理陪你，不是比服务生好得多吗？哼，实在不敢当，多谢了，经理先生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金仲豪出来呢？能，当然能。有什么不能的？我马上去叫他来啊！哎，里边坐。哎，张会长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哎，客人来了啊，招呼一下。是。啊，玉凤。正好。你要吃点什么？我去给你拿。哎，不用了，正好。这儿坐吧。哦，请坐。正好，我看你不要再坐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另外去开一家酒店，你去做经理，不要再受这个气了啊。金先生，你要知道，是我们家小姐自己拿钱出来开的。玉凤，我对于经营酒店一点都不懂，你叫我怎么去做呢？哎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傻？人家又不要你做事情，只要你每个月领薪水分红就行了嘛。哎，你太看错我了，我永远不会做不劳而获的事。玉凤，你听过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这句话吗？我很钦佩你这种精神，我再怎么说对你也没有什么效果。正好，我走了。我送你出去。请你来坐。啊，邢馆主。哎呀，请坐请坐，好久都没来了。请坐请。行吧，大爷啊，我现在呀就去催他们赶快上菜。快去快去呀。各位坐会儿啊。请里边去坐坐吧。刚才走过去那位小姐，请她出来陪我喝酒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小郑，快点招呼客人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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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请吧。馆主，黑子儿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有一点小事情，所以来迟了。我先罚一杯好了。让他难过难过也好。啊，钟豪兄，我知道你已决定退出拳坛了，可是你那位身手极高的张师弟在擂台上已经被胡来给打死了。啊，胡来？是啊，胡来已非昔日无下阿蒙了。听说他在日本学习惊人的黑沙掌，身手厉害得不得了，请仲豪兄看在我们私交的份上，无论如何帮帮这次忙。实在是不得已，我想了很久，
觉得只有你才是胡来的对手。燕兄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打拳了，现在能不能打胜胡来恐怕有很大问题。燕兄，你还是另请高手吧。哎，杜豪兄，只要你肯答应出阵，我就有这个信心呢。燕兄，话已经说了这么多了，你还是把车票带回去，以后再说吧。哎，我这个唐浩，客人来了。是，经理来了。哎，老李呀、仲豪的个性改了很多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两位要点什么？给我们来一瓶威士忌。好好啊。哎，大爷，来里边请，请。嗯，好，请，好，请。威士忌，好，我送一盘水果。谢了，您多坐会儿啊。请吧。哎，等一等，威士忌。哎，把这酒送到那边去，是我的朋友，好好照顾。给我从妓院里带出来，你算什么英雄啊？少给我来这套。好小子，过几天咱们擂台上见个高低。这种事情，你说，这样不是把我们金家的名誉全都丢光了吗？我错了，原谅我，我是不该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。那你为什么明知故犯？我告诉你，目前我这样做，完全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哼，简直是强词夺理。因为一个刚出狱的人是谋生不易的，我是曼丽为了工作的烦恼而再堕落下去，我不得不设法多赚一点钱给你去做生意，使你能安定的过日子。谁知道你连本带利都赔光了。是这样，没想到我的一番苦心都付诸流水了。姐姐，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，牺牲那么大，我错怪你了。姐姐，我真对不起你。钟浩，
不要责备自己，只希望你将来能出人头地。我牺牲一点也算不了什么。不，姐姐，为了你自己的将来，我不要你为我再牺牲下去。你还记得我跟你做生意的那本钱吗？那是我先向老板借来的，谁知道你生意做不成，我的收入也不好，欠人家的钱一直都还不清。姐姐，不要多说了，我一定想办法尽量赚钱。正好你的能力有限，钱从哪里来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不要管我。正好严兄，哎，请坐。好，哎，刚才我跟你分手以后一直就没走远，我看见你姐姐跟黑三在一起，所以我跟着来查看究竟。你请你放心，对于你姐姐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这次国术比赛你坚持不参加，那我只好请你两位小兄弟，我也不再勉强你。金兄，不打扰了。慢点，你跟我谈起比武的事情，我答应你啊。那太好了。等等，正好你忘了在爹的灵前发的誓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姐姐，我弟弟下定决心不再过问比武的事，为什么你还要再堕落下去？我要赚钱维持生活，也要为姐姐你还债。正好，我不要你为我的事再发生任何差错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不，我是男子汉，我有养家的责任。姐姐，我只求你答应我这一次。钟好，姐姐，姐姐此生没有再对你有什么要求，只求你答应我，不要参加比赛。姐姐，我答应你不再参加比赛，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钟好，钟好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这骨头。不行。Thank you.
你！刘卫，刘卫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正好。刘卫。谁能抵挡日本回国的高手的一掌？我这些钱作为赏金。各位，熊观主说，有谁能抵挡日本回国的高手一掌，把这笔钱送给他。钱呢？真的。
了。哦，啊，多少？哎呀，这么多钱呢？麻烦你下来，上不了，你上去，你去，行，来，哪位高手，快请上来。上去，没关系。不但能得到冠军，还有一大笔钱作为赏金。为了你欠的债，一直都还不起。嘿！哎呀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找丽文姐来。对的是他们，表面上开武馆，其实做些贩毒走私的勾当，这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我会向上级为你解释一下。报告。